性不培训，根据这个喷的这个喷涂的这个湿度，要是很潮湿的情况下，你最好是先别喷水，因为你刚煎的这个馍它很容易这个腐烂。这样做成一盆这个红鲫鱼，大约一个月以后吧，它就能那个长满喷体，并且也很漂亮，很容易成活。这一盆呢也得到了修剪，真是一举两得。好了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